是新中国第一个驰骋世界乐坛的钢琴奇才，世界公认的钢琴大师。他的出众才华给他带来无限荣耀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磨难。年过半百的他，为了心中的梦想，只身创业，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命运峰顶和谷底的交错间，在跃动的黑白琴键间，谱写动人乐章。刘世坤曾任中国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从2008年开始，他还连续三届担任中央电视台钢琴小提琴大赛艺术顾问和监审。音乐人生，邀您一起关注一代钢琴大师刘世坤。刘世坤，1939年出生于天津，他是享誉中外的著名钢琴家，也是迄今华人钢琴家中在世界最高国际钢琴比赛获奖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优越的生长环境，过人的音乐天赋，使得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取得傲人的成绩。他3岁学习钢琴，5岁开始上台独立演奏，年仅10岁就在全中国少年儿童钢琴比赛中获得冠军。1956年，年仅17岁的刘世坤远赴匈牙利，参加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荣获特别奖。由于成绩优秀，刘世坤被选送到莫斯科音乐学院留学。1958年，他又参加了莫斯科举办的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荣获亚军，从而飞升世界乐坛。欢迎刘老师。好，很高兴跟你见面。跟刘老师见过好多次面哈，那每一次见面都是特别特别的开心。我觉得只要刘老师一出现，我们大家都会不知不觉的就把刘世坤这个3个字呢和钢琴紧紧联系在一起，对吗？我们知道现在在我们中国啊，有越来越多的琴童，几乎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只要稍微有点条件，可能都会让孩子去学钢琴啊。那么我想刘老师也是从琴童开始弹琴的，好像您开始学琴的时候是3岁吧？对，你跟我们说说好吗？好，我是3岁学钢琴的。在那个时候啊，我很可能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3岁学钢琴的。嗯，但是在今天啊，3岁学钢琴的、4岁学钢琴的、5、6岁学钢琴的，那已经是无以数计了。所以今天跟我当时学钢琴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啊，其实刘世坤老师，您是一个特别好的榜样。您3岁学钢琴，然后呢，在您很年轻的时候就获在国际上的钢琴比赛获得大奖。说起来呢，是在1956年，那是刘世坤老师第一次呢到国外去参加比赛。当时是一个比赛叫做叫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对对对，是吗？那我刚满17岁，当时政府呢，中国政府就派我去参加这个比赛。嗯，这个比赛他通知我参赛，到这个比赛的时间只有3个月。其实这个比赛是很高难的，因为这个比赛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这个李斯特命名的比赛，李斯特大家都知道是19世纪
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个钢琴家，又是个作曲家，他的主要作品全是钢琴，而且他都是高难的钢琴作品。所以现在把李斯特的作品一般都称为这个全世界的高难作品的一个代表啊。这个像这样的比赛，一般的选手总得至少准备一年多到两年多。可是那时候不大了解这个比赛的规矩，那时候才五六年嘛，他以为搞这三个月前通知你已经不晚了，我就拼了命的一天练12、13个钟头，13、14个钟头练，把它拼出来了。拼的当时我根本就没有去过国外，这是我第一次到国外，第一次出国，也不知道国外这个什么行情，什么情况。我就反正无所谓，我也是那时候我也没得过任何奖，我也无名小卒，一个17岁的学生，我刚在中央音乐附中的学生，我也没有任何负担，得了奖最好，得不了奖也无所谓，还回到我是学生本分本职啊。那么结果没想到一到那儿去，结果我的成绩最出众啊，这是我不是自夸，确实是这样。在1958年的那一年，当时您是参加了柴可夫斯基的钢琴比赛，对，您是获得了第二名，对吗？对 对, 对，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吧？对，这个1958年的钢琴比赛叫做第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嗯，那么这个大赛呢，是到今天为止全世界所有的举行过的各种的音乐大赛当中最轰动的、最顶尖的一次。这时候就有一个信念，说为国争光。因为50年代啊，这个外国的人呐、以为多数人以为中国大概连钢琴都没有，更不要说有钢琴家了。所以我那时候出去参加两次国际比赛，外国人都非常新奇啊，说你们中国还有弹钢琴的，结果还得了奖，还有钢琴家，非常新奇。他不像今天，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抱着一个为国争光，给中国人争点荣光，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也有钢琴，中国人也有钢琴家，中国人也在这方面也不比外国人笨，而且可能某些方面比有些外国人还好一点，还聪明一点，还能得奖。哎，就是抱着这么一种心情。赛后不久，年仅19岁的刘诗昆用半年的时间创作出了青年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与梁祝并称为音乐民族化的代表之作。它结合中西方艺术的优点，将中国的民族乐器编排组合成了与西洋管弦交响乐队编制相同的大管弦乐队。这部作品也让刘诗昆一夜之间从一个普通的年轻人成为了当时国内音乐的领军人物。那是在1959年年初，具体说是1958年的年末开始的。当时啊，这个毛泽东主席啊，他在文艺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倡的口号和方针，就是民族一个文艺要民族化，就是要创造中国自己具有中华民族的特点的这种文艺作品。那么根据这个精神呢，当时我
还有另外有一位叫潘一鸣的一个老师啊，主要是我们两个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我们就创造了一首叫做《青年钢琴协奏曲》的这么一个大型作品。嗯，这个大型作品呢，什么叫协奏曲啊？就是一个乐器做主奏，完了一个乐队给这个主奏来协奏或者叫伴奏。那么这个主奏就是钢琴，我一个人弹。那么这个乐队通常就是都是西洋的交响乐队，啊或者叫交响乐团。但是那时候我就把这个中国民族乐器编组成了一个按照西洋交响乐团的这样一个总体的模式编组成了一个中国民族乐队民族乐器组成的这么一个管弦乐团。嗯，那么也有七八十人，有的时候多的时候八九十人，里边二胡啊、中胡啊、高胡啊、板胡啊、笛子啊、唢呐呀，所有都是民族乐器。那么它的编制基本上跟西洋管弦乐队的交响乐队的编制它是雷同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民族管弦乐团，据我所知，就是从我这个作品以后才开始成型的。在这之前呢，中国的这个民族管弦这个乐器，它只有小乐队的合奏，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嗯，所以当时就做了这么一首作品。嗯，那么这首作品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从来没有人拿中国民族乐器代替西洋乐器组成的这样一个大乐队。那个时候您才20岁，对吗？我做这个曲子的时候啊，还不到20岁，19岁，做完了20岁。曲子做成了以后，才满20岁。哇，你真是太有才了。我能够感觉到，就是刚才您说我参加比赛想法特别简单，我就只有一个心思，就是要为国争光。那么我相信您在半年之后，就是在创作这个青年钢琴协奏曲的时候，您也是一门心思，就是我要创作一部属于民族的这个音乐作品，是这样的吗？是，那个时候就是毛主席发出号召，那么这个大家都按照毛主席的号召做，就这么很简单。嗯，而且呢，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一个民族，嗯，我们创造一点儿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这个文艺作品，包括音乐作品，嗯，本身也还是一件好事儿，嗯，今天我们也还是需要，创造一些个具有我们本民族特点的一个各种的文艺作品。当然，今天我们不要那么狭窄，就是只是搞国粹，我们也要吸收外国的优秀的这个文化艺术的各种的一些营养，各种的它的这个因素。嗯，但是我觉得多创造一点有本民族的特色的这个文艺作品，总是一件好事。1962年夏天，刘世坤完成学业，回到祖国，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成为了一名教师。刘世坤出众的才华，在给他带来无限荣耀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磨难。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自己挚爱的钢琴事业，走过一段沉寂后，当时已年过半百的刘世坤，出人意料地踏上了创业的征程。他是新中国第一个驰骋世界乐坛的钢琴奇才，世界公认的钢琴大师。他的出众才华给他带来无限荣耀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难以预料的磨难。年过半百的他，为了心中的梦想，只身创业，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在命运峰顶和谷底的交错间，在跃动的黑白琴键间，谱写动人乐章。刘世坤曾任中国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
从2008年开始，他还连续三届担任中央电视台钢琴小提琴大赛艺术顾问和监审。音乐人生，邀您一起关注一代钢琴大师刘诗昆。我新的创业就是从事音乐艺术教育。原来我就是主要是弹钢琴，再加上一些作曲，然后1992年我就开始从事一个这个社会性的以少年儿童为主的音乐艺术教育。那么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天，我已经在全中国30多个城市开了有将近200处这个刘诗昆钢琴中心，现在还有10家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在我这个系统里面呢，现在在学的学生，我刚才讲了有七八万人在学的，学过的那就无以数计了，就成为一个，我可以说吧，在中国的音乐人士、文艺人士里，我从事这种，开办这个文化企业、教育企业，啊，来进行这个社会性的艺术教育，我是大概是最早的，也是最持久的，一直开到今天，你看24年了。那您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我呢，其实两个原因。第一个，我本能，我特别喜欢孩子，我天生特别喜欢小孩。我小的时候啊，我8、9岁时候，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那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个大人，我就特别喜欢我的小妹妹。那时候我就觉得像个大人，经常给小妹妹买玩具。所以我今天我到我的，比如我到我的幼儿园，我一去，孩子一看我来了，哦，几十个、上百个就围着我，刘爷爷刘，抱着腿，我就开心的不得了。我总觉得我从事了一生的这个钢琴事业，我总觉得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这个钢琴和整个高雅的音乐文化要后继有人，人才上后继有人。同时呢，我们国家如果有更多的无以数计的千千万万的少年儿童从小学音乐或者学其他的艺术，比如说舞蹈啦、美术啦等等等等，就是受一个美育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全民的文化水准、文明程度、人文素质，这是有莫大的益处的。我学了一辈子钢琴了，我应该把我的这个钢琴呢，一个让它后继有人，人才上后继人，同时我做一点更普及的事情，我利用我的这个有生之年的这点热能啊，我让更多的孩子受点美育性的这个音乐艺术的学习，这样将来他们虽然不是大部分不是成为，不可能成为音乐家，但是他们从小学了音乐，他们整个的素质，长大了以后他们的素质会更高，这个对我们民族是大有好处的。经创业初期的艰辛后，最终刘诗昆用自己的双手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使他在事业上再一次收获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做事是亲力亲为的，我开的所有的现在，比如我30多个城市，我现在有我的这个钢琴培训的、音乐培训的、艺术培训的这个机构，我差不多每年每一个地方我都得去一次。去一次，通过一个学生的大的表演活动，我跟全体学生家长要见个面，先把讲讲话。很多老师我要去的时候给他们做一个检查培训，我都是亲力亲为的，所以大家比较放心。我请到的老师呢，都是足具这个专业资格的。就是虽然我这学生绝大多数他是业余的，他不是走专业道路，
但是我教授他，我是用专业的要求、专业的标准、专业的方法，让老师来教授他。嗯，就这样，我这个就是开的这些，大家这么多年来，大家觉得在我这儿 学这个音乐啊，学的比较规范啊，比较正规，不会学歪了。我在中国，我是中国新中国第一个钢琴比赛的一个创办人，而且是一个专业性的钢琴比赛，当时叫珠江杯钢琴比赛，那是那个当时在全国影响非常大，这个全国所有的文艺界的、艺术界的名人全部汇聚在广州，这是第一个比赛。我自己从1994年到香港以后，我创办了一个叫做施威德杯香港少年儿童钢琴赛，从1994年每两年暑期在香港举行一次，每一届都有来自中国内地几十个城市的这个少年儿童、业余的钢琴小选手和香港当地的钢琴小学生一起比赛，每一届大概1-2000人参赛者，那么一直举行了11届。总之我现在看到很多我们中国的年轻的、年少的特别是一些少年儿童，如果在一些钢琴比赛得奖，我心里非常开心。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这个一个是音乐事业人才后继有人，再有就是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美育教育，我们国家的这个少年儿童、青少年的这个文化艺术氛围，我觉得在提升，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事情。走来，刘世坤经历了大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在命运峰顶和谷底的起伏。在十指交错的黑白琴键间，年仅8旬的刘世坤依然在用他的认真和坚定谱写动人的乐章。我们就觉得这刘老师这么多年一直是保持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年轻的一个状态，可以说刘老师您这一路走来经历了一个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当中，中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整个大环境的这个变化对您这个个人的成长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这一生啊，确实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小的时候出生的时候还是抗日战争时期，然后我就在新中国的红旗下进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从1951年成长了。那么我一生中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些事情我刚才讲了，远远超乎了钢琴音乐的这个范畴了。但是我有一个今天有一个非常高兴的喜悦的这样一种心情，
包括我自己从事能够从成功的从事音乐艺术教育，所以我觉得我前半生我经过了太多的波折，那么我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还赶上了一个我们国家一个好的时代，那么所以我在有生之年，在这个好的时代呢，我还想尽我有生之力，再为国家的这个音乐艺术教育啊，这个再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人经常问我说你有什么计划，我说我没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能做多久做多久，能做多好做多好，能做多少做多少。还是这样，您还得跟钢琴联系在一起。你好不容易来到我们当中，不联系也得联系了。我们还是用音乐，用钢琴来，给我们今天画一个休止符，好吗？好，我弹一个《黄河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嗯，《黄河颂》也可以说就是中华民族颂。我今天弹这么一首，好吧？好的，谢谢刘世科老师，谢谢。